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野竹骑士阿竹。这次又要骑车到哪里野了呢？没错，我要带大家去解锁台湾最美南横公路。这次呢，我是跟红宝重机的环岛行程，也是我骑重机以来第一次跟着车队出游。在偶然的机会下，得知红宝每年都会为车友举办环岛，而且竟然已经连续20年了哎！最让我惊讶的还不只是已经办了20年，而是每次都会有超过100台的重机参加，包括我们这次据说是160几台，200多人呐、啊。今天第一天的路线会先从台北骑上西滨之后，在嘉义的海产餐厅吃饭，绕到阿婆湾，再到义大饭店休息。南横公路的行程呢，则是在环岛的第二天。台车，哦，就当100多台车了。第二个，在台中才加油，所以你们没有油的人，我就会担心。那么3天2夜160几台重机要怎么完成环岛这件事情？车子的数量这么多，车队的距离一定又会拉得超级无敌长。原来是会有这些穿着黄色背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他们有个称号叫做牧羊人。他们会在每个测速照相、每个转弯处提醒我们这160几头羊该往哪里前进。这样讲，我还是没办法想象，怎么可能这样就能带领100多台车无失误的环岛呢？于是我给自己一个挑战，整路我都不开导航，也没有开启测速提醒的 APP， 这样真的能够完成环岛吗？首先出现了第一个牧羊人，停在路边提醒我们要上这个匝道。身为羊的我赞叹着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由于我是第一次跟车队出游，也完全没有一个认识的人，其实是带着紧张和大家都不认识的气氛下开启了这一趟旅程。顺带一提，我戴的这顶安全帽比较松一点，我完全失算，因为西滨的风超级大，整路安全帽一直感觉像要飞走，我脖子需要非常出力的把安全帽给撑住。没有在开玩笑，我脖子超级痛。提醒大家，环岛要走西滨的话，安全帽要慎选呐、啊。跟着跟着就到达了第一个休息点新竹的戴天福，但是上个厕所又马上要出发了，车队的节奏非常的紧凑。哇，刚刚西滨那一段好累哦，我的脖子好痛啊！要着装了。下一站要到台中的加油站加油，上了西滨又开始我的硬脖子锻炼之路，真的一路非常痛苦啊，风大到一个靠，面罩如果打开大概脸长这样。到达台中的建发加油站了，就在我心态开始放松的那一刻开始。我在加油站倒车了，倒车了，倒车了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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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停，冷静，冷静。因为我的背包放在椅座上，在我推着车子前进的时候，背包往我的另外一边掉下去，结果我下意识伸手想要把背包拉回来，就发生悲剧了。所有的第一次都难掩紧张。其实，在刚倒完车，我整个人还有点惊魂未定。我倒车的声音也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。我砰一下，安尼真大声了。红宝的人员们马上冲过来帮忙，
第一时间先关心我有没有被压到，有没有受伤，安抚我的情绪，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又把车子给修好了，让我感受到跟着红宝一起环岛真的让人非常的安心呢。加油！啊，好累，有累到，哇，惨了！我才第一天就全身酸痛了。好热，我脖子好痛。上一次我跟朋友六天五夜的环岛，每个景点玩了一两个小时才走，算是边玩边闹的在环岛。还没有看过我跟朋友环岛的人，右上角有传送门，可以再点进去看哦。跟这一次三天两夜的环岛感受很不一样，也很可惜，因为第一次跟团的关系，还抓不太到整个车队的节奏，而且我还在刚刚不小心倒车。我当下都觉得大家一定想说，都以来普龙公被高温做会环的。原本带在身上的空拍机，说真的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拍，觉得有点可惜，所以下次一定要带一个小帮手随行。一下子就到阿普湾了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传说中那个会有骂人的阿嬷的阿婆湾。他以为你在拍照了，他在拍照，他在拍照，他在拍照。这是阿婆的店吗？嗯，好，好酷哦。阿婆的店，必须来一个。书包。哪？救星。
可以哦，还行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累累的。我先用半条命快去了，死命才第一天。耶，来了！好好笑，我们是737公共，我要去抢电梯。好累哦，在录影吗？对，你看我应该是两个双人床。太爽了！我看一下，还是我们拿到别人的房卡？应该不会，我们自己帮自己升级。我们两个，坐一下啦。换完今天的晚会装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今天第一天，加油！明天不要累累。可爱，哎，你也配了，就在第一天，大家都还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也默默的隐匿在这个队伍中，直到宝哥在晚会上突然的 cue 我，真的让我受宠若惊。感谢宝哥，感谢红宝可爱的大家，让我有了一种归属感。来到环岛的第二天咯，在宝哥昨天介绍我会在环岛中各种拍摄为了做影片之后，大家好像有比较习惯看到我拿着手机拍的时候会跟镜头打招呼，于是停红绿灯时我用手机来偷看大家有没有人会跟我的镜头互动呢？这是我新认识的好朋友安迪。我们先在甲仙加油站加油，加完油再一路骑到梅山口吃午餐。南横公路要从台南市中西区经过高雄市甲仙、桃园到台东县海端、关山等乡镇。如果你影片忘记开启 4K 的话，记得现在开起来哦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南横公路的美丽。其实在我来到南横公路之前，我对这条路完全不熟悉，没有来过也没有查过关于这条路的故事。我并不知道这一条公路经历了些什么，时隔了13年才能够再度全线开放。当下骑在这条公路上，只觉得哇，好美。回到家做影片，看了很多资料才发现，这条公路因为风灾在修复之前竟然是长这个样子，止不住的泥土和石块滑落，让它看起来是如此的满目疮痍，不禁让我感慨它到底经历了些什么。如今我能够骑在这样美丽的公路上，看着它美丽的样貌，感受它的温度，真的心里满满的感动无法言语。谢谢工程人员辛苦的抢修，让我们能够再次前往这条拥有许多人的期待、充满祝福的高山公路。
你们。不会，五六日嘛，啊，我们的话，不能就要四五六，等于上班时间半比较多。那我们这边是全部花莲的。对。嗨，吃饭。走。吃完午餐，准备从梅山口出发，直上崖口喽。梅山到崖口这段也是88风灾受损非常严重的一段路。由于地质脆弱，南横公路常一遇风灾就中断。根据公路总局2008年到2019年统计，12年间竟累积超过300多起道路或桥梁的灾情事件。常常修复到一半的路段，可能受豪雨的影响，都会再度崩塌。这美丽的公路背后，带着几许的哀愁。多希望它永远保有它的样貌，不再被天灾人祸所摧残。骑在南横，它让我感觉到一种原始，而这带有原始气息的公路，一路上竟然有着许多不同的景色。在山群间翻腾的云海，奇劲耸立的快木群，沿着粗犷的峭壁，再到宽阔的茶田，这短短一条公路，竟然可以带给你这么多不同的视觉享受。准备好了吗？带你看看骑在南横有多热血吧。来到环岛的最后一天了，经过两天的环岛，也跟大家越来越熟，拍摄的感觉也不突兀和生疏了。这次跟红宝的环岛，我的感受是从一开始不习惯的快节奏，到第二天其实我就已经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这个车队，所以在第二天开始反而感受不到疲惫感了。甚至在这第三天突然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，我开始享受车队带领着自己前进，专注的在骑车上面享受速度，享受与同伴骑车的快乐。原来这就是与一群骑士出游的感觉。也许这三天我们没有讲过话，但自由的感受在我们之间穿梭着，
将我们串联在一起。后来我发现，这次环岛有一位超过70岁的阿姨自己骑一台，让我非常佩服。听说骑车技术非常好，也听说她常常海放她先生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希望下一次我再跟红宝环岛时，可以遇见这位阿姨。我也会鼓起勇气访问参加红宝环岛已经好几年的骑士们，那推动你们环岛的动力和故事。也谢谢所有与我镜头互动的你们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赞，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野竹骑士阿竹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